想要救出你们的奥特曼卡牌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把我们的奥特曼卡牌还给我们！干什么？跟我玩个游戏，赢了我，这些奥特曼卡牌都还给你们。我跟你玩，很好，听我妈。这是、谁先翻到四张奥特曼连成直线，谁就赢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先来。只要翻到怪兽，那就输了哟。可千万别翻到怪兽啊！这一张是迪迦奥特曼，运气不错嘛。到我了，我就翻你下面这张，哼，也是奥特曼。翻到两张奥特曼，豆豆翻这张，这张不能翻。如果我翻这一张是奥特曼，黑衣人就会翻这一张，这样黑衣人赢的几率就很大。那我翻哪一张啊？还挺会分析的嘛，上俩好了没有？赶紧翻！翻什么呀？我翻这张。啊，是怪兽！怎么会这样？嘎嘎嘎嘎！你输了，奥特曼卡片不能还给你。还有我呢。你行啊，黑大王，我说话算数，只要你赢了，奥特曼卡片照样还给你。小小，你可一定要救出我们的奥特曼卡片呀！放心吧。第一张就翻这个，泽塔奥特曼。他在那个地方翻一个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就翻你下面这一张，特利迦奥特曼。不相上下呀，接下来翻哪张呢？已经出了四张奥特曼了，还有七个怪兽。小小，你有把握翻到奥特曼吗？放心吧，我肯定拿卡片救你的。我翻这一张。那我就翻这一张，只有两张奥特曼了。夏小小，九分之二的概率，我就不信你还能翻到奥特曼。那可不一定。魔仙魔仙小怎么罚？透视眼。你怎么还用魔套呢？你也没说不让用啊。接下来我翻这一张。耶，又是奥特曼，到你了。哎，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办？哎，这太难了呀！就翻这张吧。啊哈，五帝王怪兽，黑衣人，你输了。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你怎么不翻这一张呀？泽塔奥特曼，四个奥特曼连成一线。啊，大意了。愿赌服输，把奥特曼卡片还给我们。不行，你用魔法了，不算，咱们再来一局。哎，你怎么还？